了饿了啊，去找妈妈喝奶。去找妈妈，去找妈妈，去找妈妈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呢？找小姨喝好不好？找小姨喝好不好？给小姨喝奶吗？好不好？啊？给小姨喝奶好不好？好不好呀？晨晨呢？嗯？哎，我要先逗他一下。哇，他太精了！每一次只要我说跟我喝奶，然后他就整个人啊这样子。往后边仰。哎，啊啾啾啾啾啾啾。我们喝奶哦，好不好呀？喝奶呢？我们一起喝奶嘞！哎，真的嘞，真的嘞！哎呀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！哎，喝奶喽！喝奶喽！哎，哎，我们玩一下，哎，我们玩一下先，那我们玩一下先，好不好？哦，刘锦晨，啊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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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哎，开心了啊！开心了，我们又喝奶好不好？开心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怎么办？你还是给他泡米糊吧。好吧。好。怎么办啊？啊！哎，你又不喝我的奶，怎么办啊？啊！啊！哎，我们去喝，我们去喝那个米糊好不好？我们去喝米糊好不好？啊！哎，你太可怜了。啊！5个多月就开始喝米糊了啊。走，我们泡米糊喝。走吧。又买了什么快递啊？追奶。这么多啊？这也太多了吧？哦，通草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我第一次见这个。我之前不是有发了一个视频说我堵奶吗？然后他们有些人就评论说要喝点通草啊什么的。堵奶喝通草不是更堵吗？应该。哦。应该是这样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啊，不知道这些有没有用啊，希望有用吧，最后一次追奶吧，追不了就算了，放弃了，喝奶粉了，主要是他喝不习惯奶瓶，对呀，我们家晨晨呢是一个比较挑的小孩子，像我们家周周的话就什么都不挑，啥都吃，但是姐姐的小孩呢就比较挑。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，4个月3个月左右啊，就开始不喝奶瓶了，然后姐姐阳了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多奶了，现在都不够她吃的。正常情况下好像是6个月才可以吃米糊啊，然后现在她4个半月就开始吃米糊了，因为实在没办法，饿得慌，就每天都饿得哭哭啊什么的，所以现在就只能想办法来追奶。我倒还好，我的奶刚刚好适合周周喝，不过我阳了之后也是少了很多，然后我姐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，现在又买了通草啊、露露通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奶粉，还有买了奶粉，只能慢慢的给她适应一下。我自己吃的奶粉，这啊，你吃奶粉也会有奶吗？反正是别人说有的。就是只要是各位网友还有网上的那些攻略啊，只要是他们就是说能够下奶的都给试了一下啊，太难了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我的奶还挺多，然后那个晨晨呢他又不喝我的，他好像知道一样，只要一碰到我然后就这样，太搞笑了啊，然后就哭。走吧，为了你的下奶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给煮起来，追奶之路即将开启，看着就受罪，太难了，我闻着这些我都不想喝了。我查一下放多少，这个放2到3颗可以了，3颗够了，通草7到8片只能放片吗？嗯，就别人。他这3个是一个套餐是吧？是的，其实就这3个就可以了。然后说放那个就可以补气血。这那就是这6样东西全部放在一起。嗯，差不多了。这么
点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太少了。他等一下喝的时候，他不会把这个沙喝进去吗？哎，队友今天送我那个袋子来。这个放多少？随便放几个。放根上了，太少了，放两根那个。当归，两片吗？三片。党参。开火。真的可怜宝宝，大女儿从养以后就没什么奶喝，宝宝都不够喝。我现在煮一点乌龙汤给大女儿吃。首先她煮了那个铜草，就没多大的作用，也试了好多东西都没什么效果。现在试一下那个乌龙汤给她吃。陈娜，你放个大屁呀、啊！刚刚这谁放屁了呀？刚刚这两天有奶喝了吗？还是没有奶喝？还是差不多，还是跟原来差不多。以前天一刚没得奶吃的时候，觉得好自责哦。然后他就哇哇的哭。那不是，特别是养了那段时间，哇了个去。你看他那样子。现在比养了那段时间好点吗？现在没有啊，好点，我比养了好点。太难了，追奶之路还要继续努力。我觉得我最近奶也没得那多的。因为也是养了之后的原因，然后。不过也刚刚好够他吃哦，没得多的，以前是以后冰箱全是我的奶，但是现在就没得了。我还好怀念那时候，以后冰箱全是我的奶的时候，那个样子怎么就可以吃了。虽然那时候有奶的时候两个小时起来吸一次奶，但是那时候奶多的时候就会觉得还是蛮安心的，没担心他没得奶吃。现在总担心，哎呀他又饿了，没得面怎么办。